好，我把上节课这个部分再稍微讲清楚哈，因为有的人没听清楚。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哈。从我们凡夫众生一直到成佛的过程，我们说会有所谓的二道五菩提啊哈。那二道呢，就是讲般若道、方便道，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这里，超凡入圣的点。其实。我想初期大乘佛法还有像其实中观唯识都非常的强调这个点，有没有？其实不断用各种不同的名相啊，不同的解释啊，其实都是在讲这个点。因为我们从凡夫众生，我们在这个地方如何到达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能够到达这里，后面是不是就顺理成章啊，水到渠成？如果到达不了这里，后面是不用说了哈。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就说很重要的就是怎样要有般若啊，缘起性空，对因缘法很彻底的关照，透过文字跟什么关照，文字般若跟什么关照般若，然后实相般若的现前乃诸法空相的现前，是不是？所以这有一句话哈，尤其在应顺导师的《般若经讲记》里面就讲，般若将入毕竟空啊，觉诸细论。当我们去看到真理现象的现前的时候，是无法言说的，言语道断的，但是方便将出，那是从这里出来的啊，因为去测见了，就说去 touch 到了真理的现象，所以就会非常的有信心跟有把握，而且可以善巧变通，自在无碍。是透过这里啊，就所以常讲说那个就如同看到了一道的曙光。所以所谓的毕竟空跟究竟空，它的差异性在哪里啊？同样是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空它本身是跟真理是相应相契啊，在大乘佛法兴起之前都用什么空义，我们只能说空义，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出现性空这样子的字眼。其实在初期大乘龙树菩萨之后才有，才讲缘起性空，那么啊，大乘佛法的一时相应就在于性空的法印嘛哈。但是过去呢其实没有，在原始佛教、古代佛教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字眼，说他们所要表达的，我们只能说叫做空义，因为从苦空、无我、无常，这些都是在表达空义的。这个空，就是这个空，在质上是一样的，质是一样。那么这里跟这里的量上的不同。这里如同一道曙光，这里如同晴空万里，光芒万丈，尽虚空界啊。为什么能够从这一道曙光变成万丈的光芒？那么过程就在于眼土熟生，庄严佛土成熟众生，从初地一直到十地菩萨的圆满啊，也经过了二大二僧祇劫啊。所以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无法言说啊。但是方便将出毕竟空，眼土熟生，到圆满成佛。但这都是空哦，这绝对不是空空如也的空，而是什么？对因缘法很彻底的去理解，否定单一不变主宰的特性，叫做性空的空，它是否定式的啊。也因为是性空的缘故，所以是无常的啊，是无我的嘛。好，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啊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哈，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么回到我们的课本第88页啊，讲到第12啊，第11是生住啊，第12呢住啊，那么也等于是成住坏空的住一样啊，那也等于是生住意灭的住啊，以生之后嘛啊。所谓的生是怎样，本有
本无今有啊。那住的话呢，啊，是已生之后，在因缘相续的条件之下呢的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它是不是还是在变化当中的啊？只是呢它还没有坏啊，还没有这个衰败，那么它可以注视一段啊，就像好不容易定出一个桌子来成之后住，是不是能够注视一段时间啊？等到它逐渐倾倒败坏了，那么就不名为桌子了嘛，啊，只好把它当柴烧啊，因缘会变的啊，所以呢随转为性啊，对不对？透过诸行的相续，其实它是不是位置不断的在随转的啊，随着因缘在转啊，尤其我们说这个因缘的转，那么不断的在啊，我们说苦苦坏苦什么行苦嘛，对不对？时间的流转也是会是不断的在转变当中哈，好，所以所谓的住，在这个倒数第二行这就讲，他说并不是以生之法，啊，恒时泯然而住啊，不是泯然而住啊，不是固定不动停住在那个地方，就算在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变化不羁的？哎，还是在变啊，一直倾向于什么坏啊？好，那么生老病死啊的老啊，友情来讲的话，那么由生至死啊，在过程当中啊，在这个期间呢，念念变迁呢，曰老。所以从小时候出生到长大的过程，是不是也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啊？哎。还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啊，啊，所以自从生之后，其实也一直在老化，细胞一直在老化，啊，那更何况年纪大，那更是会老嘛。所以我们不就讲说，到年纪大真的要去享受这份老化，不但接受，啊，不但接受，还要去享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接受它，慢慢的去品味它，也唯有啊，到年纪大的时候，你才体会到什么叫做老化，啊，啊，所以很正面的来接受啊，那么那个拒绝那种反弹力会少，会比较平静，啊，会是比较平静。所以我在想说，像应顺导师，其实他一直身体不是很好，但是竟然这么长寿。啊，是因为他对所有的这些真理实在了然于心呐，啊，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事情，是不是？啊，纵然他生病，哈，啊，前一阵子生病，他在慈济医院，听说他有一些不是太好的状况，但是他老人家本身却没有什么太多的痛苦，哎，啊，医生都很惊讶，他照样早上他只要精神不错，他照样看报纸哦，还是会看报纸，哦，实在太厉害了，还好他那个也在他生日啊百岁松寿之后啊，因为太累了，我就说他光是说不要顶礼，不要光是摇手就已经很累了。每个去的人真的那种对他的顶礼，那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啊，你不顶礼都送不掉呀。啊，对他老人家的这份崇敬啊，但是他老人家却是那么样子的啊慈悲。啊，他就说不用不用不用，他光这样摇手，其实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力气讲出来，光这样摇手都已经非常的累啊，所以后来就住院，啊，那还好，哎，后来又不错了哈，啊，在过程当中哈，啊，真的那个后官院长就说，哎，竟然他老人家还是可以看报纸，啊，这些好像病苦并没有缠住他的心呐，啊，啊，所以这个身心上面他是可以有一些脱离哈，就那这个真的就是功力啊，啊，真的就是功力啊。所以像他老人家怎么可能不接受老化的现象啊？啊，所以我们说真的学佛啊，真正的所谓的智慧哈，啊，是接受这一切，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啊，不管是苦受，不管是乐受，同样的接受就会比较。倾向于舍受，
对吧？在受上哈。好，所以呢，第十三是老哈，第十四呢就是无常，无常由生归于无。啊，从这个本无而今有之生。啊，但是呢，一旦生了之后，最后还是会归于无，就叫做无常。啊，因为万法无实体嘛，无自性，所以它不可能怎样常住不变的。啊，所以这个又叫做灭，也叫做死。啊，也叫做这个空又要怎么就不哈、啊、又叫做灭又叫做死哈、啊、所以这里就说到啊，所有的是以物质来讲有成住坏空啊，以有情众生的生命体来看有生老病死，对不对？我们的心念有什么生住意灭，我们的心念也是哦啊，叫做生住意灭。那么这一切都是什么无常的现象，不断的在流转变迁当中啊，不是突然间从生变成死，而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啊？就好比921的大地震，说实在那个也不知道累积了多久啊而爆发出来，是不是？等到爆发之后，你看它余震又要维持多久才逐渐平静，但是平静也不是就固定不动在那里，是不是还是在变动当中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这种国土为脆哈、啊，如果没有透过这样这么实际的一个例子，我们真的对国土为脆的体会是不是还是有限的？啊，但是透过这个啊，所以我们说，哎，在逆境当中，有时候让我们更加的去深深的体会啊，去。这个认知佛法所说的实在太好了，太没错了，是不是？啊，好，很多的错误是我们自己妄想出来的。对啊，佛陀早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只是我们是认识不清啊，整个的现象嘛。啊，所以所谓的无常，那么最后这边两行就讲啊。无常有二义啊，一者呢，啊，诸行刹那生灭无常。其实，刹那刹那刹那间，是不是一直都在生灭变化当中呢？第二者呢，就是住时分现一起的无常。啊，有长短的。啊，比方刹那刹那刹那都在生灭，其实一天一天是不是也是一种无常的现象？一年一年，一辈子一辈子。啊，看这一期怎么个定法嘛，啊，所以这一切呢都是什么无常的哈，啊，那么流转，一切因缘和合的有为法，啊，即生灭变异相续不断，那么这些呢都就是流转，啊，就是流转，那这种流转也就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所以缘生缘灭可以道尽整个世间的现象，那这个叫做缘起的法则啊。所以常常有时候有的人说缘起缘灭，这是不对的、哦、啊。有时候讲哦，我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缘起缘灭，这是不够道地的说法哈、啊。要说这一切都是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缘起的。这样就好，不要再加个缘灭。缘起已经讲了，包括缘生缘灭。啊，不要画蛇添足啊，缘起缘灭是错的哈、啊。好，所以呢，所有的流转，也就是透过缘起法看到它的什么缘生缘灭的现象嘛。好，那么第十六叫做定义啊，决定。跟啊，所谓的定呢是决定，义呢是差别啊，善恶因果互相差别而不杂乱，曰定义啊。就好比我们说这个善，我们在看这个，我们的好比方，
我在这个时候下了善因，自然将来是不是会得到善果？这是决定的啊。但是呢，很可能恶果在这个时候出现，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过去的？这是过去的什么恶因啊？所以我们不能眼光很短浅，就只有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走这个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想不清楚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所以常举例说，以前有个老菩萨也是来问我说，师父，我很怕这样用功念佛，也礼佛，也拜忏，但是我的媳妇我行不耐，要是嫁你啊不好。对，他很用功，他的善果是不是要易熟啊？其实要有一段时间，偏偏他跟媳妇之间的关系，他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呈现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用功而导致这个啊。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的用功，不只是事项上的用功，最根本如果从那个智慧上的转化，那是更彻底的接受嘛。这个已经果报出现的话，我们就只好接受。瓜熟蒂落的时候，你不能说再把它放回去，说你不能掉下来，不能成熟，不可能啊。既然瓜熟蒂落，我们就要接受啊。所以我们说，学佛之后应该要有一颗强化的心，不是那么样子脆弱的一个心呢。要勇敢坚强接受，但是对未来呢，要进化啊，要有进化的能力啊。所以学佛应该是一方面在当下我们应该进化，因为我们希望改善未来，但是呢，对过去结过来的，在当下呈现的话，我们很勇敢的来怎样接受它，强化我们的心哈，强化。好，所以这个善恶因果，它是互相差别而不杂乱。我们要看它先后的顺序哈，千万不要连错线了，那会坏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啊，会坏了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哈。好，所以这个就是讲所谓的决定啊，但是呢却有差别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因果问题啊。所以这里说因果种种的差别，那么就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是那么样子的平常的啊。所以种瓜不会得豆啊，种豆也不会得瓜嘛啊，千万不要搞错啊它的因果关系。好，那么第九十页啊，在第九十页相应啊，如果就说诸法因果相应呢，互不相离啊。就比方像心法啊，会跟心法相应，色法会与什么色法相应啊，自然有它相应的一个理则。所以这里也讲到说，与相应反者呢，就是不相应啊，就如同这二十四不相应法，它无觉知，所以它不与什么心王心所来相应啊。那因为它呢没有执爱性，所以它也不与什么色法相应啊。那么它是生灭法啊，以这不相应法来讲，它都是生灭法，那么也不与什么无为法啊，不与无为法来相应啊。所以呢，这个叫做，这就是说能够相应的它自然相应，不相应的自然就不相应啊。好，是速诸法的生灭作用哈，迅速的流转啊，假立是速，它会不断不断的流转，随着时间分分秒秒是不是都在流转呢？ 啊我们每过一天，其实我们就会少活一天呢，对不对啊？这种时间岁月呢是无情的，是吧？啊，不断的一直在流转当中，谁也挡不了啊。这叫世速啊。那么次第
啊，诸法的生灭流转有一定的什么前后顺序的。啊，当生之后会灭，灭之后还会生，生之后又会灭，啊，有它的一个次第流转的一个过程啊。好，这是次第。那所谓的方是空间，啊，时呢是时间。哦，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这一期还没有受到生命生死的，就是说还在生的状态，还没碰到死亡。但是其实我们最起码也被时间空间是不是束缚住了，哎，时间不断流转，年纪不断的增长，不断的老化，是不是啊？在空间上我们分身乏术，对不对？我们没办法这个什么，哎，分身无数啊，只能在这儿就在这儿，没办法同时在别的地方啊。所以我说所有的世间法呢，我们受到生死的束缚啊，简单的说，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受到什么时间空间的束缚啊。啊，所以方属于空间的分位啊，时呢就属于诸法相续的分位啊，所以这个时不断不断不断的一直在流转啊，那么还会有数啊，所谓的数。那所谓的数呢，它是度量诸法的一一差别啊，所以它是可以数的啊。尤其我们说法一法没门论，是不是一直在数啊？数来数去，从心王八个啊，到心浊法51个、59个，对不对啊？到色法有多少？11个啊，不相应法24个啊，最后剩下无为法6个，合起来叫做100。哎，那这些都是数啊啊，所以这些数也是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哈，所以数它会是一种度量诸法的一一差别啊，还有和合，23和合，24呢叫做不和合，不和合啊，好，所以这里所谓的和合跟不和合就是什么缘生缘灭嘛，啊，总说呢就是缘生缘灭。啊，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会原生，啊，但是原生之后呢，因为是不断的在流转，啊，随着时间，随着空间不断的流转，所以呢，它又会怎样离散，啊，它照样会离散的，啊，所以一旦离散呢，就是所谓的什么不和合，啊，所以呢，在那个因缘互相乖离哈，不相合。啊，不相合合，啊，所以第24就是不合合哈，啊，所以不相应行哈，啊，会有24个。好，那么以上所讲的就是24个不相应法，啊，好，那么以上的94个了哈，啊，总共合起来有94个，它都属于什么现象界的现象。好，那么我们要进入这个无为法，啊，就是理性界的，啊，整个性虚空骗法界的这个部分。好，所以在无为白法，啊，我们讲到93页，啊，93页，五位白法里头分了两大类嘛，啊，一类就是有为法，一类是什么无为法，啊，那有为法是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法哈，总共有4位，94种。那再合上合了这个无为法6个，总共叫做5位白法啊，就叫做5位白法。好，所以所谓的有为法哈，它是因缘和合的造作之法，它是生灭之法，所以叫做有为法啊，所以叫做有为法。但是呢，所谓的无为法，啊，它是离因缘的造作之法，啊，无生灭之法，啊，无生灭之法，啊，所以称为什么无为法？它离掉了因缘的造作。那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因缘造作呢，就等于是有心人士的因缘造作了，因为它跟心是不是有关系的？我们一旦有心的话，我们会去因缘造作出这一切来，哈，啊。所以所谓的无为法哈，它有6种哈，一个叫做虚空的无为
见虚空骗法界，我们从来不会去计算说，哎，他到底有没有在成住坏空，他有没有他的增减，这些来讲是不是没有太大意义啊？虚空啊，所以这个虚空倒是可以让我们去体会，但是所谓的虚空它也不是固定不动在那个地方啊，不过一些物质它是不是自然虚空也是会少一些啊？啊，所以虚空它本身呢是无为的哈、啊。当然，这里有六种了哈、啊。第一个，虚空无为；第二个呢是则灭的无为；第三，非则灭的无为；第四呢，享受灭的无为哈、啊；第五，不动无为；第六，真如无为。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所谓的虚空，虚空呢，它是无碍的意思。相对的色法，它是不是有执碍的？所以会变坏嘛？既然无碍，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变化？啊，不会有所谓的成住坏空的这个流转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算是一种譬喻啊。啊，因为虚空呢，它会遍布世间。遍布整个宇宙，啊，所以，无为法的法性啊，就是无为法不障碍一切物，而一切物是不是也不障碍虚空的无为啊？也因为有虚空，所以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才有安立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虚空本身是无为的，啊，好，那么则灭无为，啊，所谓的则灭无为呢，是透过减则。灭除，那么也就是灭除烦恼的意思啊。我们因为有烦恼，所以就会想要去造作嘛，对不对啊？起惑造业，然后流转生死不已哈、啊。所以呢，就是以无漏智的那个减则之力，来灭除杂染后所显现的真如嘛。啊，所以我说学佛啊，在佛教里头。最可贵的就是智慧，啊，因为也是透过智慧，我们说智慧它是以什么减则为性，有没有？啊，抉择减则为性。那做这些减则呢，其实都是在对治我们的什么烦恼，来灭除我们的烦恼，啊，所以一旦能够以减则智慧来灭除烦恼，所证的道理呢，就叫做则灭无为。啊，当我们因为执着而烦恼，而原生出种种的这些事项，它必然都要面对什么缘灭。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面对缘灭而不再去造作，啊，那么缘灭之后可以不原生，原生之后不可以不缘灭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有生，一旦生下来，是不是就一定要面对死亡？但是死亡之后可以有机会不再生，如何的不再生呢？那么如果以小乘声闻来讲的话，那就是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嘛，是不是？它可以跳脱生死之流啊。所以但跳脱生死之流呢，那么这个都属于则灭无为，它是透过则减则来灭除烦恼，而感受到那一片的寂静啊，啊，所以它所证之理呢，就叫做则灭无为啊。那么还有就叫做非则灭无为，那就是不由智慧减则的力量啊，烦恼自然即灭所表现出来的真理啊。那么为什么？可以不由智慧呢？啊，原来所有一切有为法，其实都怎样障尽缘生啊！啊，如果没有尽，其实缘也不会生啊。所以我们说，因缘的合，其实要诸多的什么众多因缘，不就说一个现象的形成要诸多因缘的合。如果其中的因缘，其中只要一个两个因缘不合，其实它就合不起来了。啊，那么烦恼呢，它也是有为法哈，也必须要怎样呢，有因缘来合。所以如果遇不到缘，烦恼自然不起啊。只要遇不到滋长烦恼的缘，那么烦恼自然不起啊。
啊，所以呢，烦恼既然缺人不生，那就不需要再去拣择什么来去灭除它。啊，所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分一则灭。啊，那么因为有烦恼，才会想要透过智慧啊去灭。烦恼既然缺人不生，那就不用去灭，啊，就不需要去灭它。啊，所以。无为的法性啊，他自己来讲的话，他本来是清净的，是没有烦恼的啊，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去降低我们的什么执着，自然烦恼的那个因缘就少，然后他的那种生灭的可能性也会降低啊，那么也等于说尤其灭之后的不生啊，啊也是一种非则灭的无为了啊。好，那么第四，啊，第四呢，受想受灭无为，啊，那想受灭的无为呢，这个想是属于想心所的哈，啊，那所谓的想呢，是取于境取向为性嘛，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在取向，受呢，那么是领纳，啊，那所领纳呢，可能是顺的，可能是违背的。啊，也可能这两者，这个不着这两者的哈，啊，所以呢，其实这个也等于是刚才所讲的这个灭受想定，也就是所谓的什么灭尽定，灭尽定。所以这里讲说，所谓的修道人啊，如果入了灭尽定，那么是佛教修持最高的禅定了，好。佛教其实所要追求的禅定就叫做灭受想定，又叫做灭尽定啊，受想二心所呢都不起，那所有的有为法也不起，无为的真如自然会怎样，会显现出来的啊，自然会显现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灭受想定的无为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进入所谓的灭受想定的话，那么也是体会到所谓的无为法啊，所以所谓的无为法也等于是真理的现象啊，那可以透过则灭的方式，也可以透过非则灭的方式，也可以透过什么灭受想定的方式去体会到所谓的这个无为法真理现象的现前啊。好，那么不动无为啊，不动无为，那么就是属于色界第四禅的禅定情形啊，因为生在色界的第四禅天，因为灭除了一切苦乐受的关系所显现出来的真如啊，所以在禅定当中呢啊，首先会灭苦受，后来呢连乐受都灭啊，啊所以先从比方我们说从这个离欲喜乐，对不对？定生喜乐，啊，还要离喜妙乐，是不是？之后呢，舍念清净，因为舍念，所以会舍受，啊，也同样会舍受，所以这也是啊，佛陀说，佛教里头也告诉我们，就是到第四禅，啊，到第四禅天，啊，所以第四禅天这里啊，也讲到说。啊，如果世界将要坏的时候，火烧出禅，啊，火烧出禅，但是呢，水淹二禅，啊，风扫四禅，唯有四禅，风扫三禅了哈，风扫三禅，那么唯有四禅天是怎样安稳不动，安稳不动，啊，任何的。火灾、水灾、风灾都到达不了，所以这个叫做三灾不至、烦恼不生的境界啊。那他所显现的啊那份极静无为的感觉，就叫做不动无为啊，叫做不动无为。好，那么第六呢，叫做真如无为啊。所谓的真，就是真实之意；如，就是如常之意啊。好，所以所谓的真如呢，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什么真理的现象的现前。好，所以真理现象的现前呢，
其实也都是一份什么那种平等的境界啊。啊，我们之所以有为哈，往往也因为不平啊，是不是？啊，我们的烦恼也会来自于我们的不平。啊，我这么样子的努力啊，却得不到相对的夸赞，是不是我们也在不平啊？啊，我这么样子的努力啊，却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这个财富或者名分或者地位，是不是也会不平？啊，一旦不平的话呢，我们又就会有为的去造作很多的事情。其实越造作呢，啊，是不是这个其实越是恶性循环？啊，所以其实反而应该怎样？要稍微跳脱出来。啊，应该是怎样？以无所得故啊，是不是？要用无所得、无所求、无所住的心。所以《金刚经》不就告诉我们：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啊，不要有所追求结果果报，一定要人家相对的给予什么。只要我们在追求这种相对，其实都是世间法，对不对？就落入世间法嘛。啊，所以就像我们说在受上，啊，不是落入苦受，就是落入乐受，这是不是也落入这两边？啊，那最好的就是这样，不苦不乐受。得受啊，所以往往也会从受上面先去下功夫啊，从受，所以真理现象的现前，我们说这个叫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也就是平等之相。那这种平等其实是透过性空而平等，这些现象都不容易平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相有的世界，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啊，但是借由性空，啊，因为不管任何的现象，其实都是性空的现象，啊，所以当我们跌到谷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性空啊？才有机会爬起来。当我们登到巅峰，是不是还是性空？啊，要赶快下坡，去调整，啊，做这样。所以所谓真如的无为，其实它就是平等的。啊，是平等现象的展现，所以叫做无为法，啊，叫做无为法，啊，所以佛法所讲的这些智慧，无非就是从我们不平等的、执着的，啊，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一定会呈现不平等的现象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凡夫心。那么我们所行的菩萨道。在行菩萨道的过程，是不是就是让我们不平等的心而逐渐达于平等啊？啊，所以有的人啊，他这个哎，每天都去上班，上班上个几十年，啊，当他有一天他不去上班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很难过？因为他习惯了。那在上班的过程里头，他又不断抱怨：我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为什么要养家活口？啊，当他有一天走入出门的时候，他发现有人，啊，他发现有人呢匍匐于地，手脚不全，正是用爬的方式。那么，他看到这个现象，是不是就会想到说：哦，我们自己是多么有福报！啊，我们四肢健全的能够走来走去，啊，是多么有福报！所以所谓的菩萨，他是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的。如果我们一直只有想到自己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反而很难去解决。啊，因为那个杂染性呢，反而会增强。有时候看到别人啊，比我们还不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是有福报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会觉得好像自己就是天底下最倒霉的、最可怜的、最不堪的。哦，是什么什么？我一切全部都加到自己，所以啊，想到好像无路可走的，所以只好自杀去。当他根本都手脚好好的，年纪轻轻的，是不是？因缘条件好的不得了的，他没有看到世间众生的悲苦。啊，所以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奉劝各位可以有一条路可以走，到医院去，
到医院去看看生病躺在床上下不了床的人，啊，看到四肢残缺不全，啊，看到很多很多众生悲苦的现象的时候，我们真的还有什么可以抱怨？啊，所以十几年来啊，我一直保持每一个月去长庚医院一趟，啊，到佛学社去，啊，讲课之后，后来又拜忏，拜忏之后又讲课，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性，我都会很愿意去培养哈，因为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给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我们看到众生的悲苦，就会很珍惜自己的福报，而珍惜自己的福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因缘，有这样的一个体力的时候，我们能够利益多少众生算多少啊，是不是啊？也会从这样子而发起那种悲悯的心啊。所以我们说如何的自我解脱，说实在呢，透过菩萨道的话哈，真的是从众生的悲苦当中去想到自己啊，原来还是这么样子幸福安稳快乐啊，是不是啊？那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这份福报，再去利益更多的众生啊？所以这个以上哈所讲的呢，就是所谓的无为法。所谓的无为法呢，它都是透过理性啊，透过理则所呈现出来什么真理的现象，主要就是所谓的真理现象哈。所以我们说，其实所谓真理的现象呢，就是所有的因缘都没有经过我们的执着而去拨弄它。一旦拨弄它的时候，其实这些因缘是不是它就不平等了？它就属于有为法啊。当我们不再去造作这些因缘，它自然所呈现出来就是所谓的什么无为法啊，它是属于极静的啊，是平等的啊，是长久安乐的啊，就近的安乐，那么就是所谓的无为法哈。所以一旦成佛，什么叫成佛呢？就是照见到万里晴空，光芒万丈的啊，属于非常平等的一个啊世界啊，那才是一个什么真理的世界，真理的现象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什么？无为法啊，无为法。好，那所以呢，这里说在96页哈，倒数第二段啊，要证得真如，就要破什么二执，要破二执啊。因为我们有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分别我执，还有分别法执。如果透过中观总说，就叫做自性妄执啊，就是自性妄执啊。所以首先就是破二执，然后呢还要什么断二障。我们有烦恼障跟所执障，因为我执而起烦恼障，因为法执而起了所执障啊。所以要去证二空，我空跟法空啊。所以证二空，那么透过空义啊，透过真理的这种相应啊。所以这个所谓的空，也就是在讲真理的法则，乃至到真理的现象啊。所以我空法空啊，然后才能够得什么二转一果，转第八世的迷一为真如的悟一啊。所以也等于说第八意识证得什么大圆净智啊。我们的内心一直波涛汹涌啊，到整个大海水如同镜子一般的平静啊，那就是佛陀的智慧啊。最圆满的智慧叫做大圆净智，那么就是所谓真如的什么真如之悟的这个所依之处，所以得大菩提与大涅槃二果啊。好，那才叫做真正的证得什么真如实相，真如实相啊。好，所以世亲菩萨哈，造白法明门论哈，把整个宇宙万法哈加以归纳跟分类，主要其实就还是在于怎样破除我人的执着，
我执与什么法执啊，所以最后要谈到二无我嘛，两种无我哈、啊，就是在破人无我跟法无我。啊，那在五位白法里头哈、啊，94种，那么属于有为法啊，都是因缘和合、因缘离散的生灭法哈、啊。那么在这里说，所以最后啊，就讲到啊，因为在经文哈、啊，我们这个经文其实在大正藏也办这个引印给各位哈、啊，我们得离开经文一段时间，我们再把它回头啊，回到我们855页，855页的中栏到下栏，就是大圣白法明门论啊。白法明门论啊，因为最初啊，世尊那么就在说一切法无我，有没有？那在讨论何等为一切法啊，云何为无我，是不是？那最后这句话其实就在解释什么叫做无我，前面在这个之前就是在解释什么一切法，把它分为54法，对不对？五位白法了哈，94是有为法，6个什么无为法哈。好，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最后哈，言无我者略有2种：一普特伽罗无我，二法无我。好，所以这个所谓的我，有普特伽罗的我，还有什么大家也见的我，有没有？哎，在根本烦恼里面的恶见，第一个恶见是不是就叫做我见啊？啊，这个我见是萨迦也见的我，啊，也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我执的我哈、啊。那这里的普特伽罗的我，啊，普特伽罗的我呢，是在整个人道上的我，人啊，那因为是在。它属于竖取去的，就是在六道当中，那么普特伽罗是人，啊，人无我跟什么法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哈，啊，所以这里在97页哈，普特伽罗以旧义来讲的话是人或者众生，新义来讲的话呢是竖取去，啊，也就是在这六道当中或者五趣当中。啊，所取的就是什么人道人趣嘛，哈、啊，所以普特伽罗无我就叫做人无我。为什么人无我呢？因为人是不是4大5蕴和合，12处和合，18界和合，啊，乃至千千万万细胞的和合，众缘的和合。所以我们人是众生之一。什么叫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那。同时我们自己也会众缘离散而灭啊，哎，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哈。所以呢，这当中没有真实不变的我体啊，所以叫做人无我，人无我哈。所谓的法无我，就是固执诸法为实体，这个就叫做法我啊。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啊，比方听经闻法当中啊，讲到5蕴、12处、18界，乃至说有5位白法，就以为它是诸法的实体，那反而起了什么很深的法执哦，啊，所以呢，也要去破，啊，要去破这个法我，把法执为实有不变，那反而起了颠倒啊。啊，反而会起颠倒的，所以呢，如何的破？那这里也讲到缘起性空啊，透过性空可以破除一切的啊，所以性空啊，破除自性妄执所呈现的，也就是所谓的法性空慧啊，那能够呈现法性空慧呢，也才能够跟无为法呢，能够啊，能够呈现出无为法，呈现出所谓的真如无为嘛。啊，所以这二无我呢，
是大圣菩萨的观道啊，以断惑障啊，来断掉我们的这些啊，从起惑造业获得苦果，一直轮回生死不已，糊里糊涂的轮回生死。那么我们说菩萨其实反而反过来应该说主动的利用生死，是不是？所以叫做留惑润生啊。啊，我们本来是糊里糊涂被动式的啊，忽然间生下来，然后又不知道何时会死亡，死亡之后呢啊，又会生，之后又会死，我们几乎是被动式的。如果我们没有去有一份的这个觉悟的话，就一直不断的怎样处于被动式的生死。但是菩萨可以转化成为主动性的，反而利用了生死啊，用这种无限的生命力来利益众生啊，啊，来利益所有的一切众生啊。所以呢，菩萨如何的利益众生，其实也要能够破啊，能够放下所谓的人我跟法我，破除人我法我，那才可能长长久久啊，在这种生命之流哈，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当中，利益所有的一切众生，而圆满的完成佛道。好，所以最后这里也用了《楞伽经》的一句话，说：“大圣菩萨摩诃萨，善观二种无我相，云何二种无我相？为人无我即法无我啊！”啊，所以菩萨不能没有般若的基础，才可能进入所谓方便、善巧方便的来度化所有一切众生。好，我们把《白法明门论》哈，讲完了，圆满了这样子的一部论啊，当中还讲了八事规矩颂、大圣五蕴论啊，都带到了啊，那么也让大家可以从这样子的一部论能够旁涉其他的部分。好，阿弥陀佛。好，一问讯。好，我们回向哈，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大家。谢谢。好，阿弥陀佛。